你怀疑邢翔是特务？是。厅长，您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苏浙地区破获密码本的事儿？当时这个事儿，您只向高局长和我进行了传达。我离开专案组之后，高局长把这个任务交代给邢翔。可是从此之后，那个在江城地区频繁出现的敌人电台，改变了他的频率，偶尔也会发一出消息出来，但都是些套话。 毫无价值的。我们的监听人员曾经分析过敌人电台以往的电位，确定都是以黑三角计划有关的。但是现在他的突然沉寂和他的改变，让我不得不怀疑，密码本的消息已经被外泄，而外泄最有可能的人就是邢翔。还有什么理由吗？厅长，我曾经和一个蒙面人几次交手。 他自己跳出来，我想这么办。怎么样？生意好吗？还行，不忙。啊，办点事儿，路过这儿有过来看看。小衣服、小袜子你自己知道。啊。有人买吗？都是别人订的。好。要两包香烟。你不是不抽烟吗？可以请同事抽。 还没下班呢，我整理一下这几天的专案资料。啊，哎，对了，嗯，我这儿还有你几张照片，我认为这张照的是最好的，本来呢我想把它当成摄影资料保留起来，现在还是给你吧。你照的真好看，谢谢啊。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看到它的时候还能当个纪念。 邢副科长，你说话怎么这么伤感呀？我们不天天在一块儿工作吗？也许我会离开这里。啊，你要调工作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讨厌你呀？其实我知道，你挺关心我，也挺帮助我的，我心里特别感谢你。 你别安慰我，我说的是真话。没准儿，要是有一天你真的走了，我心里还挺难受的。好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哎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好啊。春熙路上有一家老饭馆，做的特别好，我们就去那儿。咱别去那种地方了，那种地方都是资本家的太太奶奶爱去地方，特浪费钱。哎，你没吃过我们江城特色点心吧？
对呀、啊。我知道有个地方，那是我们江城最好吃的点心，老百姓都爱去。好啊，哎，不过得说好了，我请客。好，你请客，你要花钱，我还能拦着你？走吧。好。你回来了，妈。快，来吃饭。吃完饭，我还得去买冰棍儿呢。妈，你也别太辛苦了。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吗？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啊？没什么，大概是这两天加班累了吧。对了，妈，过两天叶教授带我去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。大概要去三四天吧。是吗？你从来没出去过，要小心啊。嗯。最近有没有见到高思明啊？见了一面，不过没说什么。听他念叨了一下什么 BX2， 就分开了。出差也好。省得惦记他，不见最省心。我也不懂，还是你来点吧。那就来沪炒米茶吧。好嘞。炒米茶？什么叫炒米茶？炒米茶是这儿的特色，夏天喝的话可以消火润肠呢。不是挺怪的哈，在我们北方都是白天来喝茶，这儿晚上还这么热闹。这儿的人呀，白天工作了一天，晚上就到这儿来吃点点心。喝喝茶，顺便还可以看一看豆口。豆口，豆口就好像你们北方的相声一样，大家听完了之后呀，开心的哈哈一笑，就把白天这不顺心的事儿就都给忘了。哎，点点吃的吧，你怎么不点吃的？哎，拿菜单了。哎，你别叫了，这没有菜单，一会儿呀会有小推车过来的，想吃什么呢就在推车上面拿，吃完之后呢就按照盘子结钱就可以了。来，先喝茶吧。来。小推车来了，你要吃什么呀？你定，你喜欢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我看看。哎，这个正饺怎么样？和你们北方的不大一样。好啊，你随便拿。好。很好吃。挺好吃的。
客气。谢谢。哎，我想去上厕所。哎呦，这儿可没有，你要出大门，在外面呢。哎，陈明，杨杰在机要室。今晚上没有他的班呢。晚饭的时候，他跟秦香两个人出去了。那楼上机要室灯怎么亮着？不可能啊！带上枪跟我上楼。伙计，加点水。
菜都没了了。这儿的厕所实在是太难找了，我问了好几个人，拐弯抹角的，都快把我转晕了。而且我这北方人好像喝这凉茶也不太习惯，肚子不太舒服。要不要紧啊？没事。哎，小二，帮我们把东西收一下。好嘞。没关系，把毛巾吧，谢谢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关系。哎，我们再叫点东西吃吧。你不是拉肚子吗？还叫东西吃啊？我是怕你吃不饱。我已经吃饱了，没事了。哎，你今天不值班啊？今天小芳值班。哦，高副局长不是让你负责保管那个铁盒子吗？你要是不在，万一有谁进了机钥室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机钥室的钥匙啊，只有我一个人有。那也要加强革命警惕性啊。那个铁盒子可是这个案子的关键。那个铁盒子啊，现在已经不在机钥室了。高局长，下午开会的时候不是让你负责那个铁盒子，把它锁在机钥室的保险柜里吗？开完会之后，石科长找我谈过话，他说为了确保铁盒子安全，现在已经把它锁在机钥室对面武器仓库的保险箱里了。那个地方24小时都有人看守，而且还有防盗系统，特别安全。石科长想的真是周到啊。嗯。邢副科长，你怎么没精神啊？啊，我还在想那个案子的事儿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放松一下，而且我们现在有了很关键的进展，我相信我们最后一定能够战胜敌人，获得最后的胜利的。你真这么想？嗯，我坚信这一点。怎么，你没有信心啊？不，我非常有信心。从林志文身上取着三个弹头，经对比是出自同一把枪。拿，就这把。不会吧？不会有差错吧？不会有差错。你看，这三个子弹就从这把枪激发出来的。高局长，我先回厅里了，我会向洪厅长汇报这里的情况。好，咱们也走吧。石岩同志啊，提高革命的警惕性是好的，但有时候不要太自以为是了。明天早上我会把我的检查放在您办公桌上。好了好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。不要外传了啊！是。哎，师傅，周宝根，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没菜了。你吃我这个，我不吃了。来。你又不吃饭了？你说啊，你说我怎么就抓不住他呢？谁啊？我得想个办法让他自己蹦出来。不是，你要抓谁啊？我抓蛤蟆。吃完饭把饭盆给我刷了。哎，连长。石科长，上班时间你叫我来宿舍干嘛呀？有要紧的事儿，请进。杨杰同志，你到我这里来还有别人知道吗？没有啊，正好高副局长叫我去厅里送份简报，我就绕道过来了。我想请问你，
昨天晚上是不是和邢翔一起吃饭？是啊。他中途是不是离开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他闹肚子，所以去找公共厕所，去了好久呢。你问这干嘛呀？随便问问。石科长，你叫我来找你，就是想知道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和邢翔同志去吃饭了？是。石科长，我知道你和邢翔同志之间互相有点看法，但你也不至于这么小心眼吧？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咱们刑侦科有盼头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们内部有内奸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杨杰同志，我想请你仔细想清楚密码本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们刚刚查获密码本，敌人的电台马上就没有了动静，而密码本这件事情在我们局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？所以你怀疑是他？在我没有拿到准确的证据之前，知道密码本这件事情的人都值得怀疑。石科长，我听你这么说，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在我背后冲我开枪一样？事实就是这样。你能确定他是我们科的吗？他一直隐藏着，但我想让他自己暴露出来，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这件事情可能很危险。只要能抓到特务，再危险我都不怕。坐下谈。你好，侦讯科。我找石岩，石科长。哈，您是哪里啊？我是从香港来的，泰勒夫人有样东西托我带给她。哦，石科长不在，你可以交给我，我转交给他。泰勒夫人叮嘱了，一定要当面亲自交给石科长。什么东西这么重要？好像是张图纸吧。泰勒夫人在香港找到了副本，托我带回。你现在哪里？我可以让石科长马上过去找你。那就麻烦您转告石科长，今天晚上7点，我在百乐门3号桌等他。东西拿到了，石岩又把它转移了。那你找我干什么？他今天晚上就能拿到那个文件的副本。他们怎么会有图纸？是温兆光的老婆派人从香港送过来的。会不会有诈？不会，电话是我接的。千万不能让他们先拿到图纸。今天晚上一定要把石岩干掉。那好吧。但是，你得给我派个帮手。我怎么会有人？石岩要是活着，对你我都没好处的。那好吧，可你要保证，必须成功。小刚，你帮妈到春熙路的绍兴酒家打一斤花雕酒。谁喝酒？今天你过生日，石叔叔来给你过生日，拿着钱，记住了吗？春熙路绍兴酒家啊。哦，知道了。慢一点啊。哦，路上看着点。
史叔叔今天会来吗？当然了，你叔叔说好的。他不会不来吧？当然不会了。怎么了？妈妈，我刚才看见他了。是吗？在哪儿啊？在百乐门舞厅，他进去跳舞去了。小孩子不能胡说啊。我没乱说。你肯定看错了，今天晚上石叔叔一定会来的。石科长，不动。你还没走啊？伤口疼不疼？疼。大夫说，让你少说话，多休息。对不起，石科长，让那个奸细给跑了。放心，跑不了。就是我没想到。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别人替他出手，我没有完成任务。你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，杨杰同志，我要向你检讨，以前小看了你。你今天表现得非常勇敢，谢谢你救了我。行，那。
来了，怎么突然失踪了？会不会这个黑三角计划有什么变动？不会的，这是郎景天费尽心机埋下的牌，不会中途中断的。不管，找不到猫头鹰，我们按自己的计划执行。要是野猫也找不到钥匙怎么办？一定要找到，哪怕去抢。那他不就暴露了？反正这是他最后一个任务了，拿到钥匙就安排他走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在食堂跟你说话，你答非所问的，现在来精神了？严肃点啊！我告诉你，话题很严肃，给我认真点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在林志文他们家，我们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情形？记得，林志文躺那儿，孙福趴那儿，然后邢翔躲在桌子底下，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才出来。对，怎么了？我在林志文的尸体旁边捡到了这枚弹壳，这枚弹壳是勃朗宁手枪激发出来的弹壳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查过了没有？查了。可林志文身上挨的那三枪是左轮手枪的子弹，那就说明邢翔说话没有撒谎。不对，我的感觉告诉你，邢翔肯定撒谎，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难道他们换了手枪？不可能啊！刚才说什么？换手枪？怎么了？给我，得查孙福。查孙福？哎，连长，要查也得明天查呀。哟，科长，林总来了。我带几个科，早下班了，十二点。什么？现在十二点。对啊。小陈，哎，怎么了？这回又要解剖谁啊？孙福。嘿，还真要解剖啊？用不用再给你打个报告？他有家属吗？如果没有，你们科出个函过来，谢明要求技术科做脑旁边的鉴定，他也不是什么特殊身份，这次就不要听你批准了。你现在开始解剖孙福，我给你写报告。好清了，已经查清了。这个凶手呢，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排长，江城解放之后隐藏在乡下，被别人雇佣过来充当杀手。另外一名凶手我正在追查。哎，那香港来人的事儿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为什么不汇报呢？包局长，这个事情是我故意编造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我一直怀疑我们的内部有内奸，所以昨天我故意让人往科里打了一个电话，说香港来人。那么这个内奸就会担心我拿到图纸，想办法把我干掉。我就有机会把他抓住。你发现他是谁了吗？我知道他是谁，而且有证据，
在技术科。老陈，怎么样？孙福身体里的子弹不一样，其中有一颗出自他自己的手枪。按照邢翔的说法，孙福趁林志文同志打电话的时候，解开了绳索，然后用自己的左轮手枪开枪打死了林志文。正当他准备逃跑的时候，邢翔及时赶到，双方发生激战，最终邢翔开枪击毙了孙福。可是为什么孙福手枪里的子弹会出现在他自己身上呢？除非孙福朝自己开枪，这不可能啊。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孙福的这把左轮手枪拿在邢翔的手里。邢翔赶到现场的时候，林志文同志已经制服了孙福，那么林志文同志就会把这把左轮手枪交给身为公安的邢翔。于是邢翔用这把左轮手枪开枪打死了林志文，又开枪杀了孙福。正好我们及时赶到现场，我想请您注意，邢翔在现场的时候佩戴的是一把勃朗宁手枪，他在慌乱之中伪造现场，于是用自己这把勃朗宁手枪朝孙福的身上开了枪。那么也就是说，为什么孙福身上会出现两发不同的子弹？我同意你这个推断。